这个男人咱们叫他光头强，他现在正在阻止一起恐怖袭击。但搭档小帅在家里翻到了另外的资料，明白了路上刺杀大使只是障眼法，刺客小美肯定不在车上，他真正的目标是政府峰会。光头强让司机加速靠上去观察，发现副驾驶上的小美果然是个假人，但大使的车队就在前方。光头强让司机把车开到了天桥上，在恐怖分子自爆前轰翻了他。另一边，小帅也到达了峰会，准备阻止小美的刺杀，但小美混入了人群，房间里很多人穿着一样的长袍，时间紧迫，情急之中，小帅抢了保安的手。